怎么样，我的海报做得不错吧？哦，我也要加油了，一定要让学弟妹好好体会女鬼桥的恐怖。祝愿远成功。终于到这一天了，好期待。怎么了吗？学姐，你来了。刚好五分钟，算得真准。你要是准备好的话，就先去椅子上坐着，准备开始预演。所以，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哎，学长，我还是觉得不太好了。怎么了吗？哎，这里感觉很阴啊！我们在这里搞这些，会不会得罪这些好兄弟啊？可是，不然换我来摇铃铛吧。谢谢学长，谢谢学长。哇靠，学姐怎么都不怕啊？太猛了吧！安静，开始了。学姐，预演还在进行中，请你不要分心。要是回头了怎么办？怎么，你担心我啊？放心，我很熟流程的，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继续咯。you
能，太奇怪了吧？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学姐，原谅我吧。哎，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没想到学姐反应会这么大。你装干嘛那么逼真啊？难怪学姐会被你吓到。哎，说逼真的是你，现在要嫌我太逼真，学长你很难搞哎。林安，学姐，对不起啦，都是我的错。奇怪，大天跑去哪儿？胆小鬼，不知道躲哪去了，快去找他吧。学姐，没事了，我跟上。对了，直播功能也要测试一下。这是那时候拍的影片。其实啊，最近他都不理我了，是因为那个小三吗？
他说我现在越来越奇怪，不像他当初认识的那一个温柔很可爱的学姐。你们说这是我的错吗？我只是想要他爱我而已啊！他一点都不懂我。不懂我的痛苦，还有孤单。好想死。